效應，咁朋輩，大家上社交網絡平台睇下，有幾多係關？哇，都係
樣做一個好乘客，幾有回響啦，不如好想分手啦，反而還關愛作一個寧靜嘅空間，令關愛關愛作唔係令禮讓之路走得更遠。最後又想問下女方啦，根據近巴城市民係俾人官守先養咗喎，如果係咁，關愛作仲點樣體現關愛精神啊？社教化要成功，至少要俾市民接受啦，巴城都唔中意，仲點樣起教育效果啊？多謝大家。对方法。
姐姐，我是认为比云转公平。
呢個關愛咧？有方咧又話批鬥只係屬於少數，但係有方啊，你係忽視咗呢個批鬥嘅嚴重程度啊，數字唔係重點啊。咁而家咧，好似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啦，關愛就已經引起打鬥喎，有方咪要想發生命案，有方先可以正視呢個問題咧。有方咧又話關愛就可以令到車廂更安全喎，咁但係我方見到弊處多好多啊，例如同埋令到車廂更安全咧，係主要因為例如巴士司機啊，佢哋轉咗彎啊，或者開車開得太快啊，我等啲人坐好先至開車啊，等等。咁樣呢個係可以由其他方面改善喎，係咪一定由關愛咗先做到咧？同埋呢個係比較係利弊比較，請有方提出一啲弊處而進行比較。依家重申翻我方嘅標準啦，關愛就係挑起咗社會嘅矛盾同埋分化，而且扭曲咗關愛嘅原意，而取消關愛就咧係可以改善到呢點嘅。關愛就係造成一個標籤效應，仲要係唔恰當嘅標籤。呢個效應係必定會發生嘅，例如港鐵設咗標準啦，有四類人需要讓座，分別係老人家、殘疾人士、孕婦同埋手抱嬰兒者啦。咁其他人咧就會因應呢個標準評估自己同埋人哋值唔值得坐呢個位啦，咁係一定會造成比較同矛盾嘅。多打個比喻啦，如果課室前排叫做好學生座，你會唔會坐咧？如果你坐，你啲同學可能會話：哇，我上個禮拜冇交功課喎，A 班考試都高分過佢啦。呢個唔係因為你啲同學曳或者衰，而係因為人人都有識別之心。關愛座原意雖好，但設計造成呢個標籤效應，呢個係必然會發生嘅後果。睇埋我個例子啊，一看台都有關愛座，一樣有俾人封審，證明呢個係唔只係文化問題，而係設計嘅問題。有方啱啱咧就話，世界各地咧都有產生呢個關愛座嘅問題，但係世界各地都冇取消到，所以咧我方咧就所以香港咧亦都應該取消嘅。但係有方同學，世界各地做嘅嘢係咪一定啱咧？世界各地有爭議喎，你都識講啦，但係佢哋唔肯取消係佢哋嘅問題，咁香港點解要仿效佢哋呢啲錯誤嘅做法咧？咁其實其他區域都有發現關愛座係唔可以就係用外表嚟界定啦。台灣咧就改善咗關愛座，而家有一項叫內部器官障礙者，嚇聽到都想笑啊！呢啲人點俾人分辨咧？就算分辨到，又點可以將所有有需要嘅人士加入指引咧？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點樣先可以避免關愛座造成社會分化咧？多謝大家。但係，想問我嘅擔心並唔係問題，並唔係
術嘅，係嘛？就例如外國都係咁解決㗎。再加上今日就算幫助唔到呢班有隱性需要嘅人，係咪就並唔等於要根本性咁樣反對關愛座，一刀切咁話要取消關愛座？有可能第三個反對有關愛座嘅原因就係話我有一個標籤效應，但其實今日並唔係標籤效應啊，而係今日呢個社會、呢個政府、呢個嘅企業去承認要俾呢個優先權呢班有需要嘅人，係彰顯緊呢個嘅關愛啊嘛，係帶頭去幫助呢班有需要嘅人，幫助佢哋融入社會。而最後今日你見到，但係當有同學今日講緊嘅關愛座，抹殺取消關愛座之後，關愛座嘅利益係絕對會被抹殺噶。就例如今日關愛座可以建立到呢個無障礙社會，首先今日香港人甚至有讓座，方主辯都講過，今日四成嘅長者不被讓座，所以今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正正係要透過關愛座一種優先座，去俾一個優先權利呢班有需要嘅人，幫助佢哋無障礙咁享受社會資源，幫助佢哋融入社會。第二個有關愛座嘅好處就係可以幫可以宣揚到呢個嘅讓座精神啊嘛。仲有乜同請職員教啦，始終關愛座唔會冇咗呢啲嘅利處咧。多謝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同學主辯到而家陳詞兩番，其實有方同學。
同我哋平時嘅市民一樣，將關愛座誤解為係自願讓座，但其實我哋今日要清楚，關愛座同一般座位係唔同噶。咁啊，關愛座係理應讓座，而唔係被唔被逼嘅問題。咁其實有方同學今日依然覺得，因為關愛座引起好多爭拗，所以就用一刀切取消關愛座。咁事實上，我哋係咪咁消極咧？見到關愛座有少少問題，於是就要取消。其實今日有方同學我哋都好認同關愛座本質上係有佢嘅好處，尊重社會正面價值，關愛社會上每個有需要嘅人，令社會上每個有需要嘅人都得到社會資源幫助。偏偏因為而家人誤解公審批鬥，所以要全盤放棄。如果有方同學將咁消極嘅態度應用喺每個層面上嘅話，今日我哋就唔會聽到《女神》呢首歌。可能因為石祖唔唱戲稱為死亡之吻嘅表演，被批鬥而自我放棄，放棄自己音樂上嘅才華。今日我哋就唔會見到欣然喺事業上嘅高峰。而特別朗誦技巧張有峰，如果因為當年浮誇嘅演講被網民嘲笑嘅話，今日就唔會入中大成為中文老師，更加唔會做咗大機關大總決賽嘅最佳辯論員。當年盧偉軒因為電視宣傳片而跳開心果被網民嘲笑佢係智障，如果佢真係咁消極嘅話，就唔會俾美國拍得來唔取，事後社出都唔會再照樣拍宣傳片。今日我哋都唔見到劉怡由萬馬底位變成積極音樂。其實今日我哋唔應該咁消極，總係夢想見到少數被扭曲批評嘅情況，就輕易將成個社會正面價值嘅措施取消。其實斬腳趾避沙蟲嘅做法係咪真係可取呢？事實上，我方明白幫我再存在好多爭議，亦都有弊處。但其實呢啲爭拗係咪真係無可避免、不能挽救，一定要取消先至罷休呢？其實唔係㗎，今日有咁多同學見到好多關於關愛座嘅爭拗新聞等等，其實都源自於市民對關愛座嘅誤解。事實上係完全可以避免㗎，就好似今日我哋透過關愛座嘅辯論比賽，透過香港電台嘅直播，可以教市民關愛座嘅原意，並非專屬座，並非只能夠提供俾有需要嘅人。有需要嘅人士都唔可以大條道理咁責罵優先座嘅一般人士。同時，釐清翻關愛座嘅本質係優先座，而優先座係俾有需要嘅人優先使用權，以致唔讓座嘅人唔會誤以為讓座純粹建立於個人嘅意願，而忽略其實優先座係履行社會責任，係道理，係理應要讓座。當關愛座真係正確被宣揚嘅時候，爭拗自然減少，重建翻一個無障礙環境，宣揚社會。關愛嘅關注者，今日議會嘅發言時間為2分50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嘅發言時間用畢，本人會宣告另一方嘅剩餘時間。該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言有辯員從未發言，該辯員所屬一方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收聽有冇任何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有方同學，我哋啱啱問過你哋啦，點樣將所有有需要人士納入去個圖表入面？有方打算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至少佢話俾呢班有真正需要嘅人聽，佢哋都有優先權嚟坐呢個座位啊嘛。嗱，再問翻同學啦，今日讓座文化需唔需要推廣？好，咁你嗰天貼紙嘛，有方不如提出個方案先啦。究竟要加幾多老表先貼幾多個貼紙先可以幫到更多唔同種嘅人啊？好似台灣咁，佢哋貼咗個咩器官內部器官障礙者嘅貼紙喎，好明顯啲人貼咗都唔係咩叫內部器官障礙啦。有方同學今日會轉移視線先啦，係啊，我哋先要推廣呢個關愛精神啊。本質變咗，方我就做唔到呢件事喎，有方你認定好嗎？如果知即係我諗咗，好似有方講到咁冇用嘅話，咁點解外國今日仍然攞貼紙出去解決呢啲有時等性需要問題嘅咧？嗱，再翻上一堂話，關愛座變質，但其實睇翻清楚先，變質嘅唔係關愛座，變質嘅係市民啊嘛。咁樣落唔同啲，只要有教育嘅話，就可以令呢班變質嘅市民重新認識咗。教育係失敗，中唔應該支持，根本上冇可能做到咩？即係我同佢都同意，關愛座嘅同意係好啦，關愛自由嘅
輸入緊正面價值觀嘅關愛組咧，再加上我今日講嘅台灣例子，咁今日我哋見到其實好簡單，條旗子都唔話俾呢班有上升需要嘅人聽，亦都有權利坐呢個座位。當有市民去鬧佢哋嘅時候，市民都係睇下佢旗子，之後問翻呢個坐呢個座位嘅人，即係佢講翻條上升需要，咁咪 OK 咯，咁咪冇問題咯，同學。
各種嘅資源去幫助有需要人士，唔會令到佢哋唔會因為自身嘅障礙而無法融入社會。正確嚟講，關愛座應該叫做優先座，因為我方都已經講得好清楚，設立優先座本身就已經係關愛緊人，建立緊共融社會。讓唔讓座唔係你甘心自願，而係因為呢啲有需要人士佢哋有優先嘅使用權。雖然冇規範冇罰則，但你理應讓座呢個係一個社會責任。但今日有方台話要取消關愛座，係因為社會分化嘅問題。但我方主辯都已經講過，取消關愛座係冇助建立障礙社會。如果我哋再將關愛座取消嘅話，到時候呢啲有需要人士佢哋嘅優先使用權亦都會被剝削。見到自己有障礙，但係社會決定要收回佢哋嘅關愛，咁樣合理咩？話今日需唔需要推廣讓座精神，建立共融社會？有方台話要，再問下關愛座嘅好處同唔同意？有方台都係同意嘅。既然今日但今日我方見到，今日取消咗關愛座之後，有方台都冇辦法確定到批鬥或者公審呢啲事情會消失㗎。但係今日我方好肯定嘅就係、是，如果今日我哋取消關愛座，關愛座嘅好處亦都會被抹殺。其實今日有方台同我方嘅立場都一樣，希望能夠建立無障礙社會。但係有方台擔心有啲咩咧？今日有方台擔心有一啲有隱性需要嘅人士咧，佢哋坐關愛座嘅時候冇辦法誒俾其他人知道佢哋有需要，甚至會俾人批鬥。但其實呢一個問題係可以改善的，就例如博愛小便貼紙在台北都已經實行緊啦，係能夠幫助到呢啲有隱性需要的人士啦。其實今日有方台都冇反對關愛座嘅存在，正正就因為我哋有身邊有呢一啲透明嘅有需要人士，我哋先至要確保到佢哋能夠喺車廂入面至少2至4個嘅位置係能夠擁有呢個優先使用權，確保到佢哋喺旅程入面係安全同埋方便的。更何況我哋今日見到，唔單止係呢個社會，更加係世界都推行緊無障礙社會，設立緊關愛座。日本、台灣、杜拜、英國等等，點解唯獨是香港要卻步於有方台手中所講到一小撮嘅批鬥事件咧？其實今日我哋見到有方台不斷咁樣醜化緊關愛座，通常呢啲批鬥事件都係人市民對於關愛座嘅誤解，扭曲咗嘅唔係關愛座，而係市民啦。今時今日鬧人讓座嘅人就以為關愛座係專屬座，一定要俾我坐嘅。唔讓座嘅人咧就以為讓唔讓係個人意願，我自己想讓啫嘛，關你咩事啫？但其實其實所有嘅市民咧都一樣可以坐關愛座，都一樣可以讓座㗎。只不過你坐關愛座嘅時候，你要留意身邊有冇有需要嘅人士。你如果見到有嘅話，咁你就理應讓座俾佢哋，因為佢哋有優先使用權。所以我哋先至要更加咁樣去推廣關愛座，令到更加多人明白到關愛座嘅性質同原意，嚟到達至社交化宣傳利他主義。有反對就即刻取消，係咪真係要咁消極咁去面對呢？因為有批鬥而選擇唔去做正確嘅事情，咁樣合理咩？對佢哋有公平咩？如果我哋今日一刀切取消曬所有關愛座，係可能好似有方台所講少啲爭拗啦，但係我哋嘅社會係並唔會有進步㗎。我哋今日應該要將關愛座推廣，令到更加多人知道關愛座嘅原意，並由心出發去自願他人。多謝各位。第二，有方都不明白關愛座有這個潛在的標準是不可以
呢個問題就係好多嘅需要都唔係俾人睇到嘅。第二咧，有方同埋都話呢個光頭像係一個專屬座啦。我哋好明白，我哋好明白呢個光頭像係一個專屬座嚟㗎。我哋而家見到嘅唔係咁咯。我哋見到好多睇唔到需要嘅人坐咗上去，跟住就俾人封審喎。咁你又點樣知佢哋係比其他想坐光頭像人更加有需要呢？就因為睇唔到佢哋外表有咩明顯嘅特徵，就覺得佢哋係冇需要坐光頭像咧。第三咧，有方同都話咗咧，呢個光頭像係可以提升呢個光頭意識啦。但我哋而家見到八成嘅中學生就因為同我哋公審而選擇唔去坐呢個光頭座，即使係有需要，佢哋都淨係企喺度唔坐呢個光頭座。咁試問呢啲係咪有方同學想推廣嘅真正嘅關愛精神咧？咁仲有方同學亦都話咧，講咗光頭座就等於啲人有會讓位啦，所以就要剩翻兩位，至少都會有兩位俾佢哋坐啦。咁第一，我哋就係可以話，如果教導全程都可以讓位，咁得到受惠嘅唔直止係嗰兩個坐光頭座嘅人，而係全車嘅人都可以有。都可以俾人讓位，就可以坐到佢真正需要嘅人，淨係光頭幾兩位先可以俾人讓噶啦。咁就更加呢、這個，如果見到十年以來光頭座都冇呢個成效，令唔到人哋提升到呢個光頭意識嘅話，就證明佢十年嚟都冇成效啦。如果再咁樣，我仲要浪費幾多個十年落去咧？咁今日有班同學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一味放大佢哋弊處，完全冇提及過放大佢哋利處。完全冇提過我哋嘅弊處啦。咁首先有利處又點先？因為題目係一個比較題目嚟噶嘛，有利處都係咪個弊處噶嘛？咁但係聽咁耐，你完全聽唔到有方同埋有比較喎。咁最後咧，關於呢個關愛象徵嘅整片嘅圖上面咧，我哋但凡見到冇所謂，見到坐關愛象嘅外象特徵嗰度，我就會發生呢個正義嘅戰士去譴責坐咗關愛象嘅人啦。而因為關愛象真執而顯地出現咗好多廢青廢女標籤，造成咗社會嘅分化。
位上記翻直播嘅。咁第一咧就係、是、你哋要知道你哋自己喺開頭提出嚟嘅嗰幾個，即係最開始提出嚟嗰幾個方咧，其實同你實質係一個利益，即係或者係表達上，因為同埋你話係方法係冇標準，或者係喺嗰個個知識嘅作用方面，其實咧咁就呢個唔係一個利益，而係我哋誒取消嘅標準。咁你都可能同我多少少話過聽，取消咗之後嘅利益咁，其實我想聽上邊話俾我聽先可以成。咁而誒，你講嗰個提高意識嗰個作用點樣？我聽到嘅時候其實都幾靚，即係我期待你後面啲表現，或者你再補充下俾我聽。究竟咩叫做提升個關意識作用點完成？而家係到咗反效果嗰個部分，即係我講得係幾新穎，我覺得係幾打動嗰個。咁但係我聲後面其實係冇聽到啲講嘅時候，咁我已經知道曬咗。同埋而你哋係我見到你哋一開頭其實都幾用，有中先攞去攞個案件出嚟講啦。咁而佢後場去到啲基層嘅地區嘅實質主席，你哋覺得呢單嘢就好嚴重，咁所以咧就算人哋同你講數量好少，咁但係你覺得好嚴重嘅時候咧，都應該係要去正視嘅咁樣。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是、你又講唔即係又講唔到究竟有啲打鬥呢個問題係咪真係因為掛住嘅，即係好多原因嘅問題咧，好多嘢都可以去打鬥啦。咁我哋從即係如果佢用主張去處理咧，咁呢個你又唔多講。你講解釋嗰陣時候，你又會喺開頭去鋪得咁好嘅話咧，咁我咧有少少去攞解釋。而喺你哋回應世界，佢哋就話世界各地都有做啲嘢嘅，咁你哋由開頭到後面用嘅方法咧，都係世界各地我哋都做啲嘢，就越嚟越啱。咁我覺得呢個邏輯咧係唔錯，但係問題我都想期待你哋去講下，點解世界各地又會做呢樣嘢？咁即係如果佢哋喺研究呢樣嘢。我係想做喎，咁到底個原因係咩咧？點解香港可以唔受呢個主權影響咧？即係我期望會聽下啲意見。咁而南方方面咧，我覺得要介意嘅位咧，係劃分嗰個嗰啲概念咧，我覺得係未必好聽嘅。但係咧，我覺得學咩唔同咧，即係有時候我覺得你哋好似唔係好中意講你哋有味嘅嗰啲地方，即係例如你哋嗰啲詞其實都幾好啊。例如我一讀出嚟就可以聽到嗰啲咩優先狀。或者係嗰個優先使用權利，咁我覺得係而家我哋啲人咁，但係有節目出到呢個位去用做公益人，咁就變咗好似你本身有嘅嘢同你哋公益人嘅嘢就會甩咗，就覺得唔同啦。咁同埋我覺得你哋應該都講下對方取消咗呢個關愛獎，又幫唔到佢哋去出嚟嗰個人性嗰個需要啦。即係你有講到話可以透過呢個電子去做嘅，即係而家。但係你應該都講翻佢啊，其實你取消咗又唔係佢哋做到，而講完之後話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我感覺上面係好似佢唔會完嘅，因為臨時入面嘅時候咧，人哋即係我哋咧，其實你就可能調節咧，但其實咧，我一開頭聽你哋咁樣喺度爭拗嘅時候，其實你講完之後佢嘅嘢嚟嘅，即係你係講翻喺度坐喺嗰度接觸啲需要調節咧，你係啲人會讓座，你哋就係講緊喺嗰個人真係。好似兩方面都拗唔清呢個位，而明顯又覺得你哋佢自己提出嚟嘅字咧係唔會用嘅。咁而喺自由辯論嗰度，其實我覺得都長自由辯論係唔精彩嘅。咁我覺得打波咧喺前場嘅即係自由辯論前嘅部分咧係有少少覺得唔係太好，例如顯示咗自己嘅意見點解啦，同埋你話人哋咧有數目其實唔多，所以唔都唔係真係需要取消。咁但係點為之多咧？即係人哋同你講話。只不過係一啲數字冇俾到出嚟嘅啫。咁你哋眼中有點先為之需要處理嘅問題？去到邊度需要考慮取消個包外獎？你哋冇提出過個標準，所以咧我都衡量唔到究竟係咪真係應該取消或者用。咁但係去到時嘅時候咧，你哋有啲位咧，我相信你哋應該係幾快速地捉到人哋啲問題。例如佢哋話好多國家都有批答，咁你哋係捉好多國家有批答，但係又冇取消喎。因為好可以再咧問多少少啊，咁你哋可以講到點解你哋冇取消，即係可以問多少少去答你啲弱嘅問題。咁同埋第二個都好好嘅位置係佢人哋話你哋問一兩個位保留唔好啲，佢哋就話咁我點解全車訂好兩個單咁絕對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哋問好啦，咁但係你哋點樣確保可以令到全車咁樣？這個又可能再問多一句啫，呢個係咪取消翻仲可以帶嚟全可以令到變成全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就幾好。
唔知點整成咗你咁樣喎？
剩翻就算係一兩個位咧，就成架車都可以養咗咯。咁我覺得呢個原理上大家可以諗住啲，係大家知道。唔該曬。
自憑良心判斷我他人嘅朋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覺得你應該指出正方嘅問題就係、是，你只係批評咗，即係你唔係指出正方嘅問題就係、是，正正都係因為可能而家喺你哋教育當中嘅情況，但係你都係俾關愛所誤導咗，就以為得個四兩可以坐。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唔係咁樣，嗰個帖子真係純粹係、就是、個空間有限，我哋純粹提醒翻啲四兩教需要幫助，但係唔等於其他人唔需要幫。咁我覺得喺回應貼子方面嘅時候，就咁講。唔會夠平咯，因為有方反咯，因為我冇解釋出咗你嘅貼紙係啲乜嘢啦，咁你就話我貼紙就得，咁如果正方可能再強勢一啲，再攻擊你嘅時候，可以話啱啊，所以你係咪要喺個方案組呢個上面無限貼紙咧？即係所有成果都貼曬，咁可能除咗講台灣個例子，即係可能佢就用咗台灣個例子就幫住你少少嘅立場，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上面，可能如果解釋翻清楚啲嘅話咧，咁就可以帶出翻成個即係主線嘅脈絡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去到反方見面總結嘅時候咧，我有聽即反方見面嘅時候，其實一開始頭一分鐘嘅時候咧，即係會令到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我原來你本身最後係想表達嘅呢樣嘢係，其實本身啲人其實都可以坐喺度嘅人，即係就可以發聲，即係唔需要係一開始就完全係否掉曬成嚿嘢。咁我覺得其實反見去到最後對翻成個概念係 OK 嘅，但係如果去到反見，即係先突然間令到即係覺得啊，原來係咁樣成個可能就會遲咗少少，可能攻翻上前場我就會更係少少。最佳辯論員的獎項，今日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的主辯曾巧彤。